台北市的西区门户计划于2017年拆除了中小桥引道，2018完成了北门广场景观工程计划，让北门重见天日，风华再现。伴随着周遭北门古迹群、铁道部、台北邮局、三井仓库以及清代府台街洋楼等，在繁忙的台北市中心注入了一股优雅清新的历史风情，人文气息连成一气。以北门作为中心点，北门古迹群这股新的能量也串联起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西门町、迪化街、象棋街、宁夏夜市，再结合台北火车站与今年开通的桃园季节北门捷运站的便利的交通路线，北门广场作为台北西区的新门户，一转身成为连接大台北的一区文化大动脉的新核心。因此摇摆北门2019台北灯节北门古迹建筑光雕展演，希望透过极具复古风味与当代潮流的爵士风格，链接北门自历史城门扬升成为西区新门户的蜕变之旅，打造出环四面360度的建筑光雕剧场，融入爵士的即兴、摇滚乐、swing dance 等自由开放的街头风尚演出，邀请民众来北门广场一起摇起来，用不断的创新表现，成为城市精神中枢。